距离上次上秤已经一个月了，来看看减肥成果吧。赖在沙发上不下来，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吗？妹妹还上秤给嘟嘟做个示范，还是不下来，只好让巴巴把它搬下来了。听得出来，大黑猪还是很沉啊，抱着还是很费劲。瘦了瘦了，这次秤居然没过载，减去巴巴的体重，嘟嘟大概瘦了5斤，照这速度还得再减4个月啊。